日文学了听不懂，你又不会讲，你是在学心酸的吗？哈哈哈！快把你的古董日文课本丢掉吧！日文博大精深，如果你想要精益求精，就来我的干话日文。这堂课结合了文法、单字、日检、生活会话，要用干话日文带你一路考过日检 N4。这堂课你除了学会最正规的日文文法，还能够体会歪楼的趣味。快来跟着老司机开快车，体验最新的日文课程。尖叫声！